我哋咧就係5分鐘後咧係正式開始。1、3，好啦，咁咧就喂，我哋咧各裁判咧係就位嚇。咁1號裁判咧嚟自澳門嘅麥子良師傅，2號裁判係夏輝健師傅，嚟自香港嘅。3號裁判係香港嘅呂德榮師傅。 4號裁判係香港嘅張容喜師傅，5號裁判係自中國嘅吳國偉師傅，6號裁判咧係嚟香港嘅黃永強師傅。7號裁判係嚟自香港嘅楊惠洲師傅。咁另外咧，我哋有兩位旗手。 係嚟自香港嘅盧偉強師傅，另外一位咧係嚟自香港嘅係呂士超師傅。咁我哋咧今日咧係有兩位咧係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嘅副主席，係擔任係裁判長嘅。第一位係李潤福師傅，第二位係林金花師傅。 咁我哋咧係第一隊咧係參賽嘅隊伍咧係嚟自中山市技師學院南威龍獅團㗎。